从前有个灰姑娘，成日灰口灰面，上司话佢气色唔好，流年不利；中医话佢身体唔好，血气唔通。同事见到佢面如死灰，人缘差，约佢饮嘢唔遇佢。最弊嘅系男朋友见到佢灰灰鞋鞋咁样，竟然问佢：你而家好唔中意同我喺埋一齐咩？好惨啊！灰姑娘恶运缠身，天啊！嘣！嘣劲啲，嘣！面色唔好点算好？知识改变命运，总有方法帮到你。